我哋而家黄金海岸商场嗰边，老爷今晚过嚟做咩啊？睇下啲游艇咯，啊，睇下啲游艇，咁多只，咁啊点啊？全部都唔系我噶，一定啦。其实我哋今晚过嚟黄金海岸，就系过嚟酒店嗰度食个自助晚餐。吃个最后的自助晚餐。老爷你饱了？点你饱啊？而家几点啊？九点。九点啊？咁快就饱？系。我鹅肝都未食喎，听讲有鹅肝喎，出去帮我攞鹅肝。彩料游戏。嗱几岁啊？鹅肝啲咁肥腻嘅嘢，边个啱你食啊？咁我都要试下噶嘛。食落你系增肥噶。剛才你拍得那麼漂亮，當然要試一下鵝肝啦。好啦，拍了就算啦，見到它漂亮就可以了。我還吃啊？不吃啦，不吃。好肥啊。幾歲啊，老爺對我很差的，其實。肥到八斤。想吃一塊鵝肝而已，他都不讓我吃，一塊而已嘛。他都不讓我吃啊，幾歲啊？你們說話。